赶紧追去。直接推。我不去小木屋了。又卖啊，好狠啊。不盖板子那就吃刀了。直接挂佣兵马上过来了，然后上去把板切了，还切不了了，佣兵已经到了。还有盔，他转点转错了，那不死了吗？守一下这电机，啊，那我好亏啊。还没过半呢，我去。
中钻了，跑不掉了。直接往左侧走，好像看见有一个人跑了。别巧无了吧，这一撞。怎么还是过不去啊？不是说了优化了吗？优化个鬼。前锋残血，
小强，你在修，那我走了。他肯定没什么球了。我应该等有传送，我再。 头了！哎，我自信了，这一波不该走了，自信了。我以为我能中途拦到这个。 然后这个调香师，自行出事了。那还好，那还是有机会的。 修不动，一个结尸，一个前锋，怎么修？啊！啊！嗯！嗯！嗯！ 乌鸦飞吗？都没有，拿到大房子。也没有。那绕到小木屋了，等会儿就过去了。 金身不会已告死了，应该二挂。啊！哎，我又记错了。
没想到吧，我都敢丢。我应该在这边修，直接过去看看吧。修了很多。 房子偷啊，就是这边转一会儿。哎，没趁着。 被冲锋了，应该够了。那乌鸦飞了，有人，应该在后面蹲着。冲锋了。啊？ 是怎么操作？防刀！我那加速逼出来。 哎呦，我就追你了，大不了传送走。哎，这个没抽中吗？
没事。我得结实一口，接着手电枪。啊！每个人都有潜在伤害的，佣兵过来一刀死，同样过来吐两吐一口。丢人！喜欢了一台电，敢翻吗？不敢翻了。应该藏娃娃了。没加速。捡音器，捡弹头啊！借了个洞，那边是佣兵。等会我要赶到那边打洞啊！不怕的吗？这个人？
应该打他。佣兵29，即时重新修。佣兵打了钻了，没必要再装了。他儿子修一台让了吧？可能要卖了这个人，卖掉了，装天机走。 最后一台是在医院里面，哇，这就难受了，这最后一台不是特别好守。 推，接着推过去。没佣兵，佣兵没护臂了。 我去，这个洞吸的难受。
强势打了钻的，72光，那狗子佣兵会过来的。蹲一手，不着急。强势起来的话，我有闪现。他倒了这附近了，他敢起来。 大房子现在肯定不是结尸，看见结尸了，他现在的过去了，他放娃娃了，他刚翻了，没加速了。 都不想跑，这三个，他肯定要放娃娃挡刀。先挂他，他有加速。
谁开局往大房子跑了？哎呦，好卡！我的妈！ 开球了！什么两个人？我听见有个人在玩手机，在二楼。 好多人呢！啊，大哥，亏死了。 抓一下那个他这老的速度。
放弃了。好卡哦，我等会要重启游戏。机械师，开局就跑了。秒倒了。你在玩什么？下一个巫人你就死了，我这边在等追猎啊！你看我这个移速，你怕不怕？因为他会打那边，搞错了。
离开球。